哇，我觉得打的这个麻麻辣辣的肯定更好吃。哎，各位又是我挽回啊！今天我吃啥呢？这几天不是一直吃的家常菜吗？今天我们换个口味，搞我两个披萨，还有一个神秘配菜。麻辣王子家的辣条，我想吃这个辣条很久啊！我相信披萨卷的这个辣条肯定很巴适。来，我们先搞一下。哇，这个全是口味，入口就是那种麻麻辣辣的味道。麻辣王子来自辣条发源地湖南平江，确实是地地道道的麻辣味，每一个还是这种独立包装的。来，榴莲披萨。哇，这个榴莲味太舒服了，我觉得搭着这个麻麻辣辣的肯定更好吃。再搞下这个肉酱的，哇！这辣条确实很够味儿。哇，我觉得今天真的太幸福了，三拼辣条汉堡。哇，